是一首坏坏队，林志颖上场，对，很大的坏坏。红轩打进去，红轩，红轩打进去，你会没力打进去。这个状况哦，到下半场可能就会没有力气喽。黄队自己有了，尝试两分，有，现在是两块积分，是一分哦。刚刚应该是踩线了，做 S 快点。毛红轩哇，单挡之后出手。打！李辉煌抢到篮板，再交给黄红轩进球。有。这一次回到了篮板手中，林嘉佑。试图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时间球没有拿，打了过，走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时间到，球权再次。红轩，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到你。No， 你要过他，他守不动你。没错。现在黄队换人哦。黄队再次做出了球权的替换。有球。哇，上来就见风了。有。现在黄队3-2，一分领先了。洪轩打进去，你不要投外线，你投不动的。你要把话听进去。天母，好收 play， 来吧，再来准，快点射，很大的碰撞，再来抢。好，有龙 rebound， 黄队抢到。好秀。这个时候裁判吹出一个犯规，对，也换人了，对，还有可以，林嘉佑退场，要打进去制造犯规，因为投外线你们会推面包，不要投外线。上半场结束还有4分35秒，有了，打进去你要过他，传给队友，有了，差点晃过了对手的防守，漂亮啊，都会放松，有啊。好，要自己 打上去，没有，哇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，很好吃。德，你守好你的人就好，其他事你不要管。红尊的举手，德篮板，有了，黄队守下。不要乱传，进出来。黄队再次做出外传的替换，换上了林志宇。我跟你讲，绝对不能投外线，你一定要打进去。因为你投外线，你就只会面包而已。三分外线的出手，有命中林志宇的两分球。防守。哦，这边不要换颜色，有点勉强。漂亮，慢一点，太大了。准射，漂亮。漂亮的假动作，有了。中距离结果短了。打进去。林辉煌要有人来帮他做一个挡拆。时间了哦。对，注意进攻时间哦。剩下3秒，2秒。旁边的要提醒啊，不用太多担心。停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再讲话了。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你们一定要把话听进去，不然你们打这场球，你们会打得很挣扎，会打得很痛苦。你们不要投外线，你们完全没有准，你们现在就是在乱打，就是一直靠着运球，然后又没有办法把球运好。不要投外线，打进去，他们才会犯规，然后多做一点费。这样懂吗？你们一定要去制造这个犯规来罚球，你们对你们比较简单。对，黄队有外线，加油上去，有了，一点，漂亮，出手两分，有。目前黄队是以10-4领先，比赛时间还剩下1分12秒。对，黄红不要投外线，进球，篮板进去自己。队友还没有跑出空档，打远了，没有，接，hold住，可以就出手，可以再来，黄忠来，上了，空档，还一半的空档，漂亮，篮板，我也自己有捡到球，有了，出手了，有了，可这个球没有进。一点，在上半场打完，目前黄队是11-4啊，7分领先蓝队。所以在蓝队的部分，相信钱姐也有尽量的传授他们的走位啊，跑动能够找出空档。有这个后仰跳投弹了一下，结果又爬出来啊。红尊，哎呦，要小心他的外线，今天蛮准的哦。秒速，外面交，这个空档出手哟。林志宇，不是，林志宇今天的中距离其实还算不错哟。对，他目前个人已经拿下了6分了，是全场最高。再一个，漂亮。地点有，下半场黄队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心声，漂亮，找到篮板球啊。红尊，哇，倒在地上把球给抢回来，精神很好。韦泽来，左右换球运球，打板没有进。
洪轩，你要打他，对。哇，这个出手手腕，他的手腕的动作非常好。黄宏轩得分，那个场地是比较小一点的，左右两边没有变。好球，我是15×11。哇，这个球硬打打进了，很好。林辉煌继续守，有了有了，爬了3公分高，这个球也爬进，马上换颜色了。13-6，篮板，这个领先外线。这个出手有。对。没有，哇！再试一个，你要换人手吗？不行，我换一分钟，我需要一下。可以，好，我他们会急 ，OK， 节奏不要让他们跟着走。不要乱跳，不要乱跳。球往里面杀，这球爬出来，再接再守，黄宏轩抢到了防守篮板，外线马上出手，这个球短了没有进，抢到进攻篮板，再起犯规，犯规。打板去，罚球进啦，11-13。洪轩外线出手，这个球没有进。哇，这边洪轩打进去，洪轩打进去，球接球，空手接球之后，这个球进三的哇，这球漂亮。防防防防防防，对来讲是大补，对于蓝队来讲大伤啊。加罚也弹进，17-11了。黄轩的出手漂亮，后仰式跳投，赶快收！黄轩外线的出手，再欢迎你手，精彩！收起来，收起来，走！带一步篮板，篮板，没有进，有了！大空打，不要放掉！再抓到篮板，再交给黄轩。上双了，拿到了10分，全场最高了。这场比赛黄队最后是23-12，打败了蓝队，拿下了半场球赛。我都跟你说，我会从锅底变锅盖。